嘿呀，大家好，呵呵，我是娜娜超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三女侠，那我们就不多说，我们就走吧。好的，然后我们上一集是到了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我想要回去那一边，然后找那一个另外一只史莱姆。我意思是说，就是不是那个我们卖东西的时候，不是看到有一个另外一个捷径已经开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想要回去那边找一下那个捷径在哪里，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我们这边先搜一下，然后问一下吧。嗨，早安。然后这个就这里。好，可以了。话说还有鸡吧？还有啦，还有鸡，而且还有小鸡。那我们可以先放着，没关系。这个就先不用理，先把这里搜一下吧。然后问一下他们也好。OK， 我处理好其他事情了，然后我们就先来我们的实验室吧。然后那个投票结果好像是爆炸复式史莱姆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又要来弄一下了。那我先把这边给吸上来一下吧。好像有点少，因为我想要就是收集多一点，然后我们之后可以去那个什么，去那个不是那个洞窟里面有那一只，那一只，等一下我要说什么啦？对啊，就那个洞窟里面不是有一只蓝色的史莱姆吗？然后蓝色就紫制菜，所以我打算就是要去那边搞一搞这样子。好像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，这好了吗？好嘞。哦，掉出了奇怪的东西，但是要等一下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我就这样丢好了，懒惰了。那个等一下哦，我们先把这个丢进来。好，然后我看一下这是什么。Both solid and squishy at the same time， 这可以拿来干嘛？不知道，这可以放在这里吗？我看一下。好像可以耶，那我们就先把它丢进去好了。选手不知道能干嘛的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们再做一点东西来玩吧。我们需要 bone plot， 有，我身上有，我还特地带了一些过来。我们就把这些全部先丢进来先。OK， 好了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我想玩，不是有一个紫色的那一个？对，我好想玩这一个、哦，感觉蛮好玩的。我们先去买这一个，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我们还能买什么？这个可以吗？传送门。目前感觉还不是很需要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去放着。其他的就等之后吧。我看一下那个灯要怎么做。那个灯应该是在 decoration。哦，需要油哦，真假的？那可能要吃一点了。那我们就先做这一个吧，做两个吧，反正我们现在有购物材料。好，然后来吧。然后我们这边就放一个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在这边也放一个。好。大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先去那个洞窟嘛，对不对？去洞窟之前，我觉得我们去拿一点萝卜好了，至少50个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先去拿一点萝卜，然后我们再过去那一边，走吧。OK， 我们走吧。对不起，我走错路了，这里吧。对，我们过来了。我记得里面就是了，对不对？还是说还要再进去一点？我有点忘记了。OK， 我们到了这个地区。这个箱子呢？哦，欧卡，我们找到了我们要的欧卡，应该是说我们史莱姆要的欧卡，而不是我要的欧卡。看来不是在这里，我们走这里吧。我有点忘记在哪里了，抱歉，请原谅我这个路痴。我看看哦。走哪里啊？这里吧。其实那一个可以开的没有啊？还是不能？那算了，走吧。我走这里，应该是这里，没记错应该是这里。那我们先走这里看看。Hello 啊，有啦，找到你了。咋啦？给你。好吃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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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 OK 吗？哦 ，OK 的，有啦，传送门，居然是传送门，真假的 ？OK， 好痛，我丢，传送门哎，这里是传送到哪里、啊？这是哪里啊？嘿，我们走，我看，
我们在被传送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哦哦，等一下，了解。我们回到家了，那边就可以回家了，真假的？好吧，走吧。但我们还是要继续走下去，因为要找新的东西。嗯，上面那边好像可以走呢，要不要试试看，走走看？走吧。选手，我不知道我飞得上去没有。啊，飞不上去，绝对飞不上去。那算了，我们慢慢走吧。这里又有另外一个 port， 但是被这个都开不到啊。算了，慢慢走吧。我们看好像是从这边来，对不对？没有记错的话。哦，对，我们是从这边来。那，我看一下走哪里啊？请原谅我这个路痴。这里那边上不去，那我们就只能走这里了。应该是这里吧？走吧，走吧。哦，我又找到另外一种了 ，Iron。选手，我不懂 Onion 可以拿来干嘛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哦，我到底要走哪里才对啊？抱歉，我是一个路痴。这里后面感觉就没有地方走了，对吧？我看一下，我要地图。对，没有地方走，那我们走这里。上面那边也可以走。嗨，我们走这里。哦，嗨。天啊，走哪里都好危险啊！这里吧。好，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地区。哦，辐射，辐射。哪里呀？我找不到新的史莱姆哎。这个是鸡，然后这里就只有这些而已，对不对？哦，有 iron 哎，好多 iron 哦 ，iron 是给谁吃的啊？这里呢？没地方走了，怪了，我找不到啊。下面都是一些都看过的史莱姆，然后这里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哪里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新的地区，另外一个地区，对不对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哎，不是哎，这里是回来了，我想起了，这个是我们开，就是要想办法上去那个地方，所以我这边算是回来了。Hello，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史莱姆在啊？在的话回答我啊！天啊，这里走过去感觉好危险啊！好，没有呢，不在这里。我们要走回去的吗？感觉是的，走吧。对，还是说在上面啊？试试看，走走看好了。选手不知道怎么上去，那一边吧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等我们体力满。好，走吧。上来，有。OK， 好，可以。然后我们走走看这里。哦，危险，危险。哦，更多只，好像不在这里啊。OK， 好，没事。我不想给他们炸。走哪里呀、啊？感觉找没有呢。然后我们又回来这里了。这里感觉就是没东西了哦。你们好麻烦啊！你们来去了，哇。OK。怎么办啊？我找不到。好吧，我觉得我找不到哎、欸，那个另外一只史莱姆，翻来翻去都没看到。那我们就先回家吧，很晚了。OK， 我看一下哦。嗨，这给你们。好，然后我看一下。我记得我们这边成熟了嘛，对不对？细一点，上来，然后给我们的那个史莱姆吃。好。然后给你们，我很多，拿去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就先睡觉吧，晚上了。哦，又有一封信，这是什么啊？不知道，算了。然后我们来升级一下我们的那个草原也好。OK， 可以了。然后睡觉吧，早安。OK， 我看一下哦。
不是吧？要涨了，好快。我想想，我们先去那个，我们先去我们的那个研究室，然后我们先把我们身上那两个东西放进去先，因为我怕不够，然后我就特地去弄了很多。OK， 好了，然后看一下哦，这个，哦，它给的是油哎，哦有啦，我们找到油了，油跟水，对不对？哦哟，有，那我们先把这些全部丢进来。这样子吗 ？OK， 可以了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这个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油。然后那个 Deep Brine 是什么啊？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做两个吧，做两个。然后就 Deep Brine 应该是从这一个出来的吧？那我们先买一个。让我看一下，那个的话是要 Honey。那我们之后再拿 Honey 过来吧。那我们再把这一个放下来，应该可以吧？没关系的。到这里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先搞好这一边。我们先把这个去掉。好，然后我先把这些全部吸上来。OK，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欧卡丢下去。这里的话，我们来做 iron 吧。虽然说我不知道 iron 可以来干嘛先，这样对吗？我们把 iron 丢。好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然后剩下欧卡欧卡给你们。好，那我看一下哦，我们需要的是 feed， auto feed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一样的，就先跟它换成龟速，然后再把这个丢进去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吧？嗯哼，按下，有，嘿嘿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没问题了。天哪，它那个声音，等等，为什么会长？萝卜啊，好神奇哦！为什么会长萝卜啊？不明白为什么 ？Why？ 我不是种那个什么吗？我不是种那个洋葱吗？为什么会长萝卜出来啊？不解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些食物喂他们先吧。每一天的日常还是要先做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的日常都做完了吧。然后先把这些全部先灌进去先再说，还有这个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这一个也能灌吧，我还有很多呢。然后还有那一个 Tabby Plot， 我们也给它灌下去好了。天啊，我突然觉得我灌好多啊，等一下。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好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这里这个还有五分钟可以给它慢慢来，没关系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一个按一按，顺便收一点。好，收吧，大概这样子。然后还有就是这里我们这边也收一收，然后也顺便给它灌下去，然后看一下能换到什么东西出来用的话，我们就拿来用吧。天啊，我突然觉得我灌好多哦。OK， 可以了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们先做这个吧。我们的粉红色又要不够，我觉得我们要养多一点粉红色史莱姆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也做一个吧。OK， 好的。那我们先把它们全部给建下来，好潮啊！这里，哎，可以了。然后再来就是这里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这里 ，OK， 可以了。然后就先让它们工作吧。然后这个也我们顺便收一下，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萝卜这种东西，但应该没问题的 ，OK 的。那我们先把它们全部收下，还会再生吗？好，还会。那就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些全部丢进来这里，给你们。哎，可以了，走吧。今天我想一下，我今天做了什么？我今天好像把那个抱着史莱姆升上去的嘛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也就是把那边的东西给做完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是极小的。这个，这个来，然后我们来升一下我们的 power 好了。这个话也可以吧，然后 Android 也可以吧。好，大概这样子。天啊，我已经升差不多升满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还有一点钱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拿来升这里，这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，这样吗？好，可以了。我看一下哦，哇，好酷哦。天啊，我们升级了，有没有？家业毕业没了。然后我们先把这边全部给收起来，然后给那个粉色史莱姆吃。
话说那个农作物不用再加进去了吗？因为平常就是到一个时间点，然后你就要重新加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然后今天要的是什么？16个跟6个啊，我有 ，OK 的，撤离。我拿一下吧，16个是不是？13、14、15、16啊啊，拿太多了。好啊，等一下，可以了。然后这边要6个嘛，对不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又拿多了啊。等一下，这个才对。好，这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吧？但是还是给什么啊？你给我 Chris 的 boss 挺不错，但是我是希望你是给我那一个史莱姆啊，我需要那一只史莱姆。好，这样吧，有了。那我们拿到了几只鸡？天啊，好多鸡啊！感觉这些鸡还又可以吃了，来吧。天啊，你看这里超多鸡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对呀，我没有 Chris 的 boss 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生的嘛，对不对？就让那个史莱姆吃的话。那史莱姆吃的话，我们就有那一只史莱姆，有没有？挺机智的。好，然后就让你们观众就是选看看你们想要哪一只史莱姆啦。反正我们有了那个 OK 的，然后我们也建了这个水池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养那一个水系的史莱姆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先来这边搜一下吧，我记得这边还有很多，超多。我们把这边全部先搜一下。OK。收好了，然后我也在这边做一个小仓库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之后有什么东西的话，可以先堆在那边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就养新的史莱姆吧 ，Crystal Plot。然后就看你们就是想要养什么史莱姆，然后再跟我说一说啦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家建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好了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超时到此了。虽然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会不会太短，会吗？我不知道哎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些全部给卖一卖。天啊，这些全部都减价哎，感觉有点不太好。有点难过。话说，你们还记得我还有哪里？还有哪里还有大史莱姆我还没养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蜜糖史莱姆我们养了，蜜糖史莱姆我记得我们养了，然后粉色史莱姆我们拿了，蓝色史莱姆我们也弄好了。我忘记我们还有哪里还没弄哎，然后就交给你们观众来告诉我吧。我有点忘记还有哪里了。对，然后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此，没错，懒得我过。喜欢我影片啊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直接继续我知道我的最新影片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先到此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先收下那个芒果。芒果地上飘，地上撒才对。为什么我会说地上飘？我在干嘛？然后我先去丢下。好，今天就先到此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睡觉，加啦加。